全能比赛当中，他的一套动作特别有意思。他的身体素质比较好，是黑人选手。屈体前空翻，后跳转体一百八接屈体前空翻两周，直体后空翻两周，又高又飘，稳稳的站住。这名选手腿部力量非常强。嗯。我看他的选用的音乐也是有古典，有非洲这个风格的音乐。啊，他采用的向前类的跟头是比较多的。接触动作，屈体后空翻两周，稳稳的落地，非常有特点。其实他选用的一。